说服破洞去生活，墨鱼陷阱的迷踪，大山人间荒野如冬，手握星辰隔世看，午夜敲响祈祷的钟，扭转乾坤的命运，谁在背诵？战战战，不知情的破蛹，在劫后余生的世界，缔造新的繁荣。传说中。说服破洞去生活，墨鱼陷阱的迷踪，大山人间荒野如冬，手握星辰隔世看，午夜敲响祈祷的钟，扭转乾坤的命运，谁在背诵？